印度烟霾笼罩，严重的空污引发了民怨。因为 PM2.5 悬浮微粒的浓度超过了安全值5倍，首都新德里更被形容为毒气室。虽然印度最高法院已经下令首都周边地区全面禁止焚烧农作物，但是大批的示威者昨天聚集在印度门纪念牌举行示威，斥责政府行动缓慢。高庭下令州政府在3个星期内提成防范烟霾路线图。印度新德里拥有2000万人口，虽然昨天的空污情况因为风势增强稍有改善，但空气质量依然处于极度危险水平。当地这几天的 PM2.5 悬科浮力已经比安全值超标5倍。早前数十名学生戴着口罩面具，手持标语，在印度环境部外示威。环保组织昨天号召民众聚集在印度门纪念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正视问题。他们手持救我的标语，高喊口号。The body, the eyes, the headache. We can't go to school. We can't meet our friends. We're trapped in the house. What kind of a life is this? We're ruining our own future by doing this. 高庭也斥责政府严重失责，下令州政府在3个星期内必须成交防范烟霾的路线图。印度著名观光地标泰姬陵灰蒙蒙一片，因为担心整座建筑的白色大理石会因为污染导致变色，管理单位还特别出动空气清净车在周边加强净化。We are coughing, we are having like the nose is having cold, and it's itching the eyes as well, and we don't feel comfortable about it. The person like ours cannot survive for breathing, and they cannot.另一方面，每年冬天，印度北部的农民都会燃烧农作物，为新的庄稼腾出空间。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做法是印度严重空污的主要原因之一。最高法院已经谕令新德里周边省份立即全面停止焚烧农作物残梗。停止焚烧确实是关键做法，但农民生计也因此受到影响。政府鼓励农民购买大型机器来取代传统的燃烧做法，但农民说他们因为穷根本买不起。因为能见度低，航空业大受影响。印度政府如今禁止数百辆私家车上街，这项禁令预料将持续到11月15号。NTV7 综合报道。